竟然是领域，你难道成帝了吗？不对，你才是准帝级。等我们真正的大人到了后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什么是准帝级？我不可能告诉你的。那好，永别了。现在所有的九阶丧尸都已经全部被解决掉了，剩下的那些七阶八阶再也不足为惧。白哥，我现在就带领娘子军把城里的丧尸都给清理干净。好的。小白哥哥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我现在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地级的实力，好像是什么准地级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听得出来差距还是挺大的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差距到底在哪里。从刚刚那只九阶丧尸口中得知，不久后就会有地级丧尸降临，这让我有些不安。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也躲不过。我现在要考虑的应该是自己该如何迈入真正的地级门槛才对。我准备问一下白虎王，现阶段也就只有他对于地级这个实力有一定的了解了。小白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的进攻要停一停了。我并没有急着询问白虎王，而是把今天这边发生的事情跟陆国红说了一遍。还有这事？是的，现在丧尸都开始抱团取暖了，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城池，千万不要进攻，其他两个战区你也都通知一下吧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要找白虎王问一下。好的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小伙子，你不是说你要闭关冲地级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小子该不会已经成功了吧？成功了，好像又没成功。我现在应该是准地级。那你现在拥有领域了吗？有了，而且是两个，时间和空间的。我操，你也太变态了，半个月竟然弄出了两个领域出来。兽王，你别光顾着感叹啊，你倒是看看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只是一个准地级呢？如果我不能快点达到真正的地级，等到丧尸星的八大丧尸地下来了，我们都得玩完。什么？会有地级丧尸下来吗？是的，而且最近的丧尸本来就很奇怪，明明实力很强，这么多九阶已经降临蓝星，但居然全都躲在自己的城内没有任何动静，就像是在等着人类一个个的杀过去一般。但是现在就说得通了，他们是在等地级丧尸下来后带领他们统一反攻，所以按照这个说法，这地级丧尸应该很快就会下来了，不出意外就是下一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。地级丧尸不可能通过空间通道下来的，以地级丧尸的实力，这种空间通道根本容纳不下他们，他们只要知道蓝星的定位后，他们就可以通过肉身渡过宇宙跨越而来。这么夸张吗？横跨宇宙？如果我努力的话确实可以飞出蓝星，但是在宇宙中根本待不了多久。你的肉身强度不够很正常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地级的关键。之前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害怕你急于求成，所以只说了领域，而且领域也确实是成帝的象征之一。但是除了领域以外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身体需要达到生生不息的地步。身体达到生生不息？是的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你的战斗力绝对是成倍的增长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能用变异精和睡觉来恢复精神力了，你必须要自己去感受这大自然中流淌的能量，然后吸收。睡梦中为什么可以恢复精神力？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，于是本能的做出了相应的动作。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本能的被动变成主动，从大自然中获取能量还恢复自己。我懂了，感谢兽王指点。中途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询问我。另外，如果真的是有地级丧尸下来，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最后一句话白虎王说的有些意味深长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心思去思考了，只想快点达到地级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尝试了。刚好刚刚经过一场大战，现在精神力正是虚弱的时候，只不过我之前并没有尝试过从空气中吸取能量，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。妖姬，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能量吗？空气中的能量？可以啊。什么？你竟然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？对啊，小白哥哥，难道你不行吗？那你能主动吸收这些能量吗？能啊，你不能吗？难道不能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但是按照白虎王的说法，应该是不能才算正常的才对啊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的？七阶吧，应该是觉醒精神力以后就可以感受到了。怪不得妖姬在上一世能成为十大高手，人家七阶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部分成帝的条件了。
而自己到现在还在苦苦摸索。人比人气死人呢、以前我没有注意，因为妖姬经常是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躲在暗处战斗，但是他确实是很少用变异精来恢复能量。自从升到七阶以后，除非是特别激烈的情况下，或者是他被迫出来正面战斗的时候，他才会借助变异精来恢复自身的消耗。妖姬感应到空气中的能量，并且能够自主吸收，这是成为地级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一。看来你离成地也不远了，妖姬，白哥就靠你带了。这有什么诀窍吗？我也形容不来啊，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。不过这能量吸收方式跟吸收变异精能量的方式有些相似，估计是你平时没有想到要从空气中来吸收灵气，所以没有试过而已。开启异能规则之眼，在我这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眼前的空气突然变得有了颜色，之前自己并没有注意过，看来这带颜色的空气就是自然之力了。随后我在妖姬的帮助下开始尝试吸收自然之力，能量入体的刹那，那原本感觉已经到达极限的身体再次获得了增强，而且不是一点半点，这一个小小的区域隐藏的能量居然如此之多，仿佛无穷无尽一般，一直在朝着自己的身体灌溉。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感觉我现在好像已经踏入了真正的地级。月月，我们现在手上有多少八阶和九阶的变异精？我们现在手上的九阶变异精有24颗，至于八阶变异精那就更多了，估计三四千是肯定有的。我打算让妖姬尝试一下地级，妖姬有自己独天得厚的优势，他在七阶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吸收空气中的能量为己用了。妖姬，第二个地级可就看你的了，我们一起闭关。